关键时刻，中俄在最敏感的领域握手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鲁中成，欢迎关注中成 Talk。 这次普京来访中国，中俄元首会晤可以说将中俄之间的合作层级推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。不光是在原本一些敏感地区事务上，俄罗斯再次做出了让步，加深了双方的互信。最近更是有消息显示，在当前国际局势凶险万分的关键时刻，中俄在最敏感的情报领域握手了。中国获得了一份关键情报。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消息啊，俄罗斯国家杜马，这个杜马可以理解为是俄罗斯的国会，它下属一个调查委员会机构的负责人瓦西里·皮斯卡列夫，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承认，俄罗斯最近向中国转交了一份关键情报，是有关外国组织对俄罗斯和中国进行颠覆活动的材料。我们先直接说未来的结果吧。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啊，隐蔽战线上的交锋会越来越频繁和残酷。当几个大国都开始不择手段放弃底线之后，类似的暗杀、恐怖袭击、下毒等等行为将成为常态。这将直接增加我们中国国防安全、情报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巨大成本。而俄罗斯交给中国的这些材料，注定了接下来一场猎杀行动即将到来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最明显的一点，国际大环境决定的隐蔽战线已经成了一些国家使用的手段了。印度他在北美杀人，以色列在伊朗杀人，乌克兰又或者是北约组织的人在俄罗斯制造恐怖袭击，美国亲自下场支持格鲁吉亚爆发的颜色革命，而斯洛伐克总理竟然被人连开了数枪。可以说，在大时代环境下，这种放弃了主权国家的底线，开始无底线发动袭击的事情已经是越来越多了。而这种行为它是会传染的，当一个国家打开了潘多拉魔盒，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或者组织机构开始效仿。这些年来，西方隐藏在中国国内的 NGO 间谍和收买的带路党也并不在少数，有些甚至直接被扒出来和美国陆军系统有关联，有些呢则依旧在保护伞下潜伏着。可以说，中俄在情报网层面进行互动是这个时代大背景下的必然结果。第二点，中俄是美西方集团重点打击的对象，隐蔽战线上的一些手段美西方用在中国身上几乎是可以肯定的事情。而我们中国要守住这条战线，就必须动用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。俄罗斯呢继承自苏联，美苏上世纪在隐蔽战线上的斗争就非常激烈，在这一方面呢，俄罗斯确实会比我们有更加庞大的数据库可以借鉴和参考的。现在中俄既然决定了高层次合作，那么中国从俄罗斯吸取这方面的经验就是一个必然结果了。进一步来说吧，未来对中国隐蔽战线的整顿就成了一个可以预见的事情了。从中俄合作这个角度来看，难怪前几年网上始终有一些公知和大 V 们为了突出对美国的期待，过分地强调了中俄之间的历史仇恨，不愿意接受中俄之间的深化合作，散布一些中俄合作会非常危险的话题。如今看来啊，中俄的合作对那帮人倒的确真的是挺危险的。希望那些人赶紧调整认识，在当前的世界格局里，怎么还能对美国抱有期待呢？好，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，感谢收看，下期再见。